不是我八哥例子，其实有一个小很简单的服务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由橘子来教各位一下啦。直接来啦，等我跟他一起，这样桃子会孤单寂寞啦。然后我唱吗？好，我唱。因为有八个例子，8个例子。所有烦恼，全部消失的万人，熟人、高人、矮人，只要有